骑士准备要过弯道，才刚压低车身，结果对向一辆重型机车迎面撞上，所有人撞成一团，大量车壳碎片瞬间四散开来。而肇事重机骑士吓得站起身，一跛跛走到路边。另一个角度，当下撞得不轻，重型机车严重毁损，窜出浓浓白烟，柏油路上全是漏油。这里就在台七乙线新北三峡段，要进入桃园大溪往复兴方向。18号下午2点多，肇事的19岁简姓重机骑士疑似过弯时车速过快失控，才会冲进对向车道，波及2辆机车以及1辆重机，造成4人受伤，其中1人轻微脑震荡。台七乙线3区道路弯道多，驾驶人行经弯道务必减速慢行。事后调查，简姓男子根本没有考取大型重机驾照，知法犯法，骑着家中的重机上路，发生车祸，重机光维修费粗估10几万元。台七乙线是许多骑士跑山热点，但骑士们似乎越骑越开心，速度也越来越快，导致状况多多。TVBS 廖宗庆、王思纯桃园采访报道。